其实你看，轻脚跳过去，你是想跳哪边？想尝试跳一个地方。我总觉得你跳那边应该还是会死、欸。为什么会死？我只是想尝试看看跳不跳得上去而已。有一只马里奥缩角落啦，走开啦！他是杀手！哎、欸，怎么会？他是杀手！好啦，我这场我不躲了，我要啪啪照。干嘛、啊？没事。你说要啪啪照，你就在笑。没有，你不要乱想。请问你的脑子在装？我什么都没想到哎，你到底想什么？总有一个死的那么快，可是我怎么感觉我好像被工会里面的某个人给感染到了？就最近那个西瓜工会那边出了一两个车亡。哎，然后你就把啪啪照。哎、欸，那你讲的哦。你除了这个还以外还能够想到什么？那你就讲啊，不是的话，那你就讲啊。梨子，哇，还砍人啊，梨子！我完全没有预料到下来的会是你。那时候我看到，哇！等一下，那个人，我原本想要走过去那边，结果我看到那个人，他举着弓，然后在往对着上面，然后我看到有一个音符的那个符号过来，就是说，干，上面有杀手，然后我就开始就躺在旁边先举弓举好，结果没想到下一位是栗子子，竟然是一个水果，下一位是水果，似曾相识的水果。掉下来一颗水果，怎么感觉听起来很像那个牛顿当时的情况？树上掉下来泥，我刚刚是是那个牛顿是掉苹果，然后你的话是，我是楼梯啦，楼梯掉下来一颗梨子啊。人家这个人是不是杀手？这个白白的黑头发的。欸、是他是白的白衣服黑头发的那个是杀手，再见了，你是啊什么东西？我讲完了，我的语言讲完了。白衣服黑头发啊！你自己看。可恶，我好想在这里躲，可是刚刚我的手表不躲了。我觉得我死定了，我拿到环速了。我刚才伟大的神明啊，不要对我下这种诅咒好不？看一个嘛，那你不能再收集黄金。哇，完蛋！我剩下两个金币。伟大的神啊，给我一把弓吧！等一下，这个是杀手？哎，没有！你的脚不停止跳舞，你不动就会受伤。我连续三个诅咒哎，到底冲啥呀？我剩下最后一个东西了，我给你地图。啊，蜘蛛网就买你的背包。啊！奇怪，我记得刚才好像有看到有一个啊。啊！三只蜘蛛，再见到你之后死定了。我用蜘蛛网又。又缓速，又不能收集金币，还有什么？应该还有什么？我忘记了啊！我不能够不动，我再见了，我剩半条血了，再见。你
怎么那么衰了？我死定了，最近，我死定了，我死定了，我剩三个血了，我剩两个半了，我剩两个半了。你气也太背了吧？我跟你说太背了。啊，然后那个杀手好过分。那我就知道是他。那个杀手他跑过来帮我打蜘蛛，然后把我给砍死。Oh my god！ 我觉得这一场好惊恐啊！连续四个诅咒，四个完全不同的诅咒，然后哇都没中，然后被杀手跑来帮我打蜘蛛，然后我被他砍死，傻笑，这一场到底冲啥的？我死的好惨啊！就都妈的，这现在是什么情况？就剩你跟一个路人跟一个杀手，然后杀手赢了。我死的好惨啊！我看一下，刚才是完。你死的好惨啊！那个现在还不是鬼月，谢谢。我刚刚死掉了。耶！耶？怎样？干嘛？怎样？来啊！你说一件。没什么意见。放。你知。耶！我就是杀手。啊！原来真的是你。哈哈哈！太刺激了。侦探头半甩哟。哎呦，我刚刚还想说，哇，我怎么又是侦探啊？看一下，你的侦探伙伴肖丽，瞬间分享，要走一起吗？走一起吗？也不是不可以啦，只是如果杀手杀人的话，就直接，啊，是那个吗？好像在楼上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不是，是在这儿。真的？难道说？下面吗？哎呦，吓一跳！有人说是 "is a colorful block guy"。Colorful block。啊，娘喂！还是先分散一下好了，这边好像有点太急了。对，我觉得还是分散一下比较好。粉色头。我自己看到是，哎、欸，我死掉了。哇，上面吗？我不能讲了。哇！我被打死还被打下虚空上杀了。哎呦！干嘛？差点被弄下去。好哦。真的是。差点还没开场就直接升天了。宫女掉落。杀手吗？李子，你在哪里呀、啊？不要。李子，你在哪里呀、啊？姐姐不要。李子，你在哪里呀、啊？李子，你在哪里呀、啊？我才不告诉你嘞。李子，
哎呦，被埋伏了。What the？ 可恶，太扯了！刚刚要砍他的时候，他刚好肋格走了，他冲杀回来是。哎、欸，不过我才杀六个，我队友杀十个，剩下的人去哪里了？有一半被陷阱搞死了吗？不然就是摔下去了。他这样应该会，果然。哇！为什么我的伙伴死了？遭埋伏了。哪里呀、啊？哇靠，这样都可以。